结了婚呢，我儿子还得跟我睡，你呢就负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还有啊立马生孩子，三年生俩，直到生出男孩为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我妈的。相亲遇到妈宝男，我这也太倒霉了吧。可以。彩礼呢我们家彩礼我要100万，结婚必须大别墅，而且房产证上必须写上我的名字，车我只坐宝马，最好是2辆，一辆买菜，一辆出门。这结婚五金啊必须按照最高的规格，这低于40克的金项链我都不乐意带呢。其实呀，既然我提了这么多要求，你们一点也不亏。我呢还有一个孩子，这结了婚你就能喜当爹呀，所以啊跟我结婚你们俩一点也不亏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他还是一点没变，还是这么伶牙俐齿。来啊，同意的话直接签字吧。你当我们家做慈善的，你是来结婚的还是来发家致富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彩礼你分钱没有，这房子和车子呀还得你自己买，要不是看着你像个干活的，就凭你身上的味儿，谁愿意和你相亲啊？你哟，合着您和您这位巨婴不是来相亲的，是来找免费保姆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妈？我不仅说你妈，我还拒绝你们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家这口风，谁爱跳谁跳。哎呦，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啊，一身的味儿。我跟你30多了还在来相亲，我告诉你，你能嫁到我们家呀，就算你高攀了。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男人能愿意娶你。我愿意。阿成，你回来了。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了，我回国你没有结婚的话，我就第一时间来娶你。现在我来兑现我的承诺了，娶你回家。哎呦，小伙子，我看你长得也一表人才的，我好心提醒你啊，这结婚呢要擦亮眼睛。这个姑娘啊，物质也就算了，你看长得这么普通，这身上的味儿呀，你要是娶回家呀，有你受的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有空啊。还是多关心关心您这个德智体美劳全缺的乖儿子吧。哎呀，这样的女人千万不能娶。走。阿成，你现在看起来好成功啊，我身上的味儿你也闻到了，我好像配不上你了。你别听他们瞎胡说，你一点都不普通，在我眼里啊你是最美的。你身上这个味道啊是因为洗衣机太脏了，那这个裙子还有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啊，你都拿去。洗衣机还需要清洁啊？洗衣机长时间不清理的话，里面的细菌和螨虫啊可能比马桶还多，所以啊不管你家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洗衣机，你都要定期的给它去做一次清洁啊。这款墨蒙的洗衣机清洁剂啊是液体的，就往物料盒这么一倒，波轮的呀、啊、就直接倒进去，然后啊任意选择一个模式清洁一遍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啊明亮如新。而且啊它具有99.9%的强效杀菌率，不仅能够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啊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啊定时清洗啊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洗出来的衣服啊还有一股好闻的清香呢。你给我这个清洁剂真不错，我家洗衣机啊清出来不少脏东西呢，现在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呢又干净香，太好用了。你这个在哪买的呀？点击头像购买领取更多优惠。